嘉义六甲原来牛马堂信徒是各地拢有，逐冬的牛马生日，就有亚代戏来写信，写信伊拢有百名医生。我有许愿，牛马帮忙妈妈身体的健康，这个愿望哦，我达成在那个牛马的帮忙之下，那天哦就是来还愿，然后我有准备三牲素果贡品，还有布袋戏哦，一边布袋戏来写，来咱牛马庆祝咱牛马圣诞千秋万秋。牛马堂是红台牛马，本来是无做游泳馆之一，早年因为附近的地区连续得到牛仔，村民大概救助牛马拢得到灵蛇保庇，所以牛马变作村民的信仰。也对于南投州下骹一间小庙发展到今日的公庙规模，变作是原来地区信仰中心之一。啊，由于这个做戏的这个数目啊，咱就看得出来，啊，牛马保庇真侪人，所以做侪人啊，伊啊戏病啊来搭酬神哈。哦，我想这是咱正卡的传统。啊，尤其牛马啊，会当讲伫庄卡这个所在啊，较早有这个南投，那过去也有一挂什么款的啊，这个精神的艰苦病痛啊，听讲用南投啊啊去割割的好食啊，拢会啊当顺利。所以我想它就闪呈现过很多的神迹，所以啊到今嘛，所以受到这么多人啊来带伊这个参拜啊来带伊祝贺，所以我想地方的信仰是真重要啊，有一个信仰。让大家就有力量。关于王章良讲，看到来自各地数百名喜台来到原来为牛马祝寿谢神，就知牛马是真灵性。因为信众多，现年我们那是喜饼啊多，讲到数量嘛真惊人。信徒拢希望牛马会当保庇村民平安，疫情是早日远离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